人生就像是一盘棋，下一枚棋子的落点，将决定着命运的去处。爱棋，凝唇凑剪，而物缠美；土厚水干，而风气。叩开时空的大门，先贤钟情一方的成宿。 穿越千年的繁华与沧桑，依旧在耳畔生生作响。触摸光影的印记，镌刻智者逾越龙门之魄，生生不息。今天，这片充满梦想与激情的土地，正在续写新的传奇。长三角一体化区域重点城市。 淮河生态经济带重要城市，中原经济区东部门户城市大富阳呈上新名片，铁路、公路、航空、水运相互衔接，国家中部地区重要交通枢纽，正不断将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人带到这里。 在这里，世界就在你眼前。阜阳位居大京九经济协作带，是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。高铁的速度、公路的便捷、航空的效率，实现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大都会经济资源共享。在这里，你同样拥抱开放的中国。 进阜阳，我发现它拼搏的基因。这些朝气蓬勃的企业，这些阳光的脸庞，一起演绎着一座工业新城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精彩。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，规划面积77平方公里。 近300家规模企业在这里构筑起产业集群大板块，装备制造、纺织服装、生物医药、现代物流四大主导产业生机勃勃。 北斗卫星为您导航，北斗大数据、生命大健康、新能源新材料三大培育产业逐步形成规模。前方到达城南新区，商贸金融、龙语经济等关联产业不断壮大。 播撒新希望，培育新动能，重创空间，托起低成本、便利化、全要素、开放式平台，政策扶持、金融支持、人才公寓、高标准厂房等基础设施起备。每一个筑梦的人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归属。 科技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注入澎湃动力，众多高新技术企业引领产业发展风向标，重点工程技术中心、企业研发中心在这里高效运转。这些年轻的博士、博士后来自国内众多知名高校，日趋壮大升级的产业版图，为他们提供着创业。 创新的舞台。
从实验室到车间，我感受到科技创造的奇迹，废弃的秸秆转化成清洁能源，大健康产业解锁生命的奥秘，北斗大数据描绘技术研发加创业孵化加全程投融资服务的战略宏图。科技与经济对接，成果与产业对接，项目与生产对接，富阳智慧书写着新篇章。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再到中国创造，富阳经济开发区锻造着与时俱进的荣光。漫步在这座灵秀的城市，感受着它的每一丝呼吸，见证着它蓬勃的朝气。这是大写的发展之美，大美富阳，美在营商环境的自信与真诚，美在科技创新的升级与实力，更美在富阳人的勤劳与拼搏。民勤物富，崇德儒雅，经历时间的积淀与凝练，一座焕发智慧、诗意、奋进光芒的产业新城正在崛起，向着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路高歌。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答案。答案是什么？走好每一步，最终才能成就一举好气。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每一步固然重要，但最关键的便是当下这一步。